天天做核酸，天天做核酸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爱情长雨暴风雨，人生难免不如意，泪与欢笑成对比，冬去春来时温馨。人生的旅途，现在是下午3:30，特意提前下班2小时，3天公司组织做一次核酸，5天我租房这个村里边组织做一次核酸。这个村有2个采样点，这是一个，菜市场那边还有一个。这个点人还不算太多，5:30之后人更多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没人考虑一米线的问题了。如果真查出来一例，全村都得封了，还是现在来人少还安全点。同事刚给我打电话说菜市场那个点人少，那就不在这排队了，去菜市场这儿看看，看看那个点儿。人生难免不如意，泪与欢笑成对比，冬去春来时温馨。人生的旅途，喜与悲，风风雨过去，我在你手里。还行，这人不太太多，就在这排吧。抹去眼中的泪滴。这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去哪儿也去不了。咱第18次核酸做完了，不知道得做多少次了，难道说要做981次？快早点结束吧，3年了。喜与悲，风风雨雨会过去，命运握在你手里，成功更要靠自己，抹去眼中的泪滴。堵上了。天天做核酸，天天做核酸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城。天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核酸，做完核酸回来就继续躺床上。没办，今天都是第23天了，还是24天了。下去做核酸去。拉锯烧下去。下边做核酸开了10分钟吧，大概。做完核酸之后去厂子里边买了一头壳，15块钱。屋里边还有我前天买的几个电表，配个鸡蛋给它炒了，慢点就煮，稍微吃点吧。
这个是不是不吃了，我试试三个青辣椒，一只香肠火腿，四个西红柿，馒头，鸡蛋。吃饭。现在屋里边就剩咱这吃的喝的了，哎，已经疯了，还是我这样，本也上不正，基本上大概经济来源已经断，现在就是咱这里边有吃的，一个不死，都是好事。我疫情受伤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大兄弟。嗯，你咬牙坚持吧，没啥办法，坚持一天是一天。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，我们这里封城5天了，我现在要去做核酸。这里是位于邯郸南部的临漳县城，已经连续封城5天了，每天都要做一次核酸。因为发布通告说我们县有6个次接触者，通往村里的入口都被堵住了。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做完核酸就回家待着，如果谁不回家待着，被巡逻的看到了就直接带走。我们村里设置了4个核酸检测点，很快过来做核酸，很快就会做完了。我已经做完核酸回来了，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家老老实实的待着。村里现在只剩下2个路口可以过，这里是一个，
东边还有一个。空旷的大街上没人呢、啊。